生意都差不多啊。没什么帮助啊。没什么帮助，因为我们都不开这些堂食，因为我们不开堂食。关了又开，反复好几次了，就是还是一样没有顾客来，我们也就是先开了试看看而已，没办法，还是得要看打疫苗的这个速度快还是慢。对，疫情感觉是有好一点，但是还是得要看打疫苗的速度。对，疫苗打得多了快了，才感觉应该能恢复了，会打。